点蜡就食。对啊，火灾。点蜡就食饭，我规台伫想健步，啊，我想长远吼，长远我伫食饭哦，想健步哦，蜡就烧到三万，唔知三烧到包骨，那会疼，啊，我想万二啊，安尼，这十二个月啦。我看十二个月，所以健步就是。已经好啊，就先落巴掌。哦哦，哇。你用国拍戏，记者咪来戏，我拢讲莫。那个手是什么？ He was so concentrated on the thinking and the dining and the candle because the lots of fire. 那个 fire on the sleep. 辛苦了，辛苦了。十几个月。OK。啊，我这个故事，所以你要不然我这个故事，我今年冻了，这回台湾受伤了。好。各位几位贵宾哈，还有我们这个参与这个讨论会的同学，还有先进士先生们，大家午安，午安。那等一下我会有点时间，让每一位以谈子的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所以我就先不暂时一一来称呼。但是呢，我跟陈忠富夫人两个人，因为是算今天这个会议的主持人了，稍微先讲几个简单的背景，然后再来开始。那首先呢，欢迎各位来到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室，因为你进门的时候有看到它写的是拱北讲堂啊，然后呢。我们在会场的右前方有一个铜像，那个就是陈拱北教授的半身铜像。那为什么这个讲堂用它来命名？是因为它是我们台湾公共卫生教育的一个奠基者啊，他长期担任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也在后期的时候呢，这个促生这个公共卫生协系的设立。那很重要一点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大环境的一位教育者，所以他在过世前曾经在这个中华日报写一篇文章叫做三十年后的公共卫生，但是呢里面提到什么，说三十年后公共卫生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一个说会推行全民健保，那后来真的就推行。那里面有说到可能会设这个群体医疗中心，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那几乎大部分都跟三十年后的发展是非常一致。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做这里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恐怕也要用这个历史的情境来想象，因为这个东西一改，它的影响是非常深。那我也常在想说，为什么陈拱北教授说他能够预测三十年之后的这个公共卫生什么样子啊？其实不是他预测很准，是他教育很成功。因为所有这些执行政策的人都是他的门生。比如说，全民健保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催生者之一，包括这个杨志良啊、江东耀、吴凯欣，还有后来第一任的健保局局长叶金川，都是他的学生。那我想说，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一环，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重大制度改革的时候，这个教育，才能够发挥比较深远的力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在这个以纪念陈拱北教授名义设立的讲堂，来讨论一个目前台湾医疗制度上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啊，我想是别有意义。那么，特别是昨天，我们是这个在一个大会。有各国的专家、听众，还有我们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然后还有法律、司法界，包括公共卫生以及民间团体非常多。那陈忠富副院长本身
又是专门在进行有关医疗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啊，我们有点是想要那个打点秤，就是说昨天讨论的一些事情，借这个机会啊，再把它深入。那再请一位来宾，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一个小地方，我再讲一下、哦、各位看到我们后面呢、啊，写的是无过失补偿制度，因为这个布条要很早，我们就要请同仁帮忙。不过呢，我昨天去听完会，我知道这个措施哎不好、哦、因为呢，就像有一部分人讲说啊，既然我无过失，就没有这些复杂问题，所以本来这个我们来自这个瑞典，还有丹麦两位专家，他们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比较像是不责难，就是他没有去，可能认为说呢，你判断这个事情呢、啊，对错是很困难，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怎么样在一个不责难的精神之下给他补偿？所以呢，你能够改的我就赶快把它改过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后面跟前面有点不一样，这个应该是说昨天的研讨会啊，对，至少对我有一点成效，就赶快那个措辞上稍微修改。那啊、我们今天的形式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叶光宏医师事先有口头跟很多人口头邀请，然后事后再透过一点书面邀请，所以能够邀请到的大部分是因为他时间也可以，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但还有很多啊，可能因为他时间的问题就没办法出席啊、哦。那不过我想说，我们为了顺利进行，第一个可能要先让大家彼此上熟络一点。因为这个空间大，所以我们请大家简单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大概讨论的提纲，各位手上也有那个资料，等一下也可以看前面的这个单枪，我会每讨论一个就把这个主题秀出来，那我们大概尽量一个主题讨论可能不要超过15分钟、啊、各位在发言的时候呢，可能就尽量这个精简，主要的点把它讲完，但我不好意思说判，不过就是说你如果不要讲太长，不同观点比较有机会可以呈现这样、哦、所以是不是把握时间，我就先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就陈冲，然后最后我们这样绕过去好不好？那我本人是现在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哦、那我有医师的背景，但是现在没有在做医疗工作，但是我是做比较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那这一次一方面主要是我之前担任工卫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大概对一些问题有一点经验，然后所以这样这个张把那个叶医师啊就找到我这边，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也很乐意啊来协助办这个活动。好，那我接下来请那个共同主持人来陈忠武副院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台大法律学院的教授哦，兼兼任副院长，我叫陈忠武。那我只简单的讲两句话，就是我非常感谢叶医师能够促成这个会，那也感谢公卫学院的陈院长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富有传统意义的房间里面啊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那我再加一句，就是昨天的研讨会呢十分的成功，但是也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的建立基本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可是呢这个共识如何来形成，还要再更精致的去讨论它，因为昨天我们也听到对相关的细节有一点点不一样意见，那我想这是好的，那么我希望透过今天更深入的讨论，然后呢能够让医界法界更了解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对于达成共识、啊、会更有帮忙，谢谢大家。
剩下时间在这个地方这个开创一个癌症医院。那么在这当中呢，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在这当中呢，我是经常是两边都看到，因为在美国也在执业，这边也在执业，所以有这两个不同的对照，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那我也希望说借着这个以前的这个经验呢，能够跟各位分享请教。I just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 limited as a practicing physician at Duke University in North Carolina a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since 22 years ago, I came back to Taiwan to establish a cancer center, which I presented yesterda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two countries, has been very educational for me, and I just want to share my own experience in the last almost 50 years now with the participants of today. Thank you. Okay. You can say in English. Yes, my Chinese is so. Okay, my name is Carl Espersson,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a Swedish no-blam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33 years. So I'm the one that has been working with it the longest time in Sweden now. And I've stuck to the insurance the whole time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where medicine and law meets. It's because lawyers have mostly difficulties to understand the medical field and vice versa. So. But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so that's my background. Okay. 你介绍一下。大家好，那个我是吕立医师，那我现在在台大医院的那个胸腔跟加护小儿科的胸腔跟加护科的主任。那这次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叶医师请我做翻译了哈，不过实际上我个人是在台大医院的品管中心，我已经做了十年哈，然后家护病房做了十年，然后我也参与很多包括儿童的伦理哈，所以跟蔡福昌教授也常常一起开会哈，也是台大医院的那个伦理的一些咨询的这部分有做很多参与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觉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与整个会议，这样谢谢。Dr. Hove, you'd like to say a word?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My name is Lars Hove, and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ociology. And my approach to the closed claims system, the no blame system, is that I started in 2004 by doing some research in these claims in order to find a prevention site to use them in prevention, and I have done that since 2004. Okay, thank you. 大家看一下，大家午安，主席，我来自彰化九角院，它是110年的历史。我负责整个体系，所谓医疗体系我们十家医院，然后是 in charge， 我负责急诊，我们量一个月到25000的量在服务。那我负责急诊以外，还有公关部，哎，那这里是 spokesman 医院的官这样子。医院有一些医疗就我稍微涉猎，本来是邀请院长，院长指定我一定要来这里，谢谢院士邀请，谢谢。大家好，那个我张吉麻醉部的主任，那另外我现在是麻醉医学会里面的常务理事兼那个健保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然后那所以那个是对于健保政策，我们大概是就是学会是我在负责，那所以但是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叶医师才把我给抓进这个领域，当然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只是我原来没想到我的角色应该这么快引爆进来这个区域里面。那不过今天当然我知道这个。一旦引爆，我竟然就觉得这个理念都很好，但是很实际的进到这个
法案的条文细致，我就觉得我们完全没有法律人的那么样子的那个锱铢必较和字斟句酌的那个概念啊，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很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大家，各位前辈，各位各界的精英啊，我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骨科医学会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也算是高峰。我个人是台北学院毕业，1968年毕业，现在37年。我在荣总受训骨科这一份，然后后来有到英国去念了一个 MSc， 大概在5-6年前到美国杜兰念了一点工位，我们的工位比较偏重在医院管理。这次很高兴能够代表医院，也是因为我个人有在做医院管理几年，也处理过很多医疗纠纷，也有担任过医院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也可以提供一些医院经营这方面的经验给大家，谢谢。来，我们的这个研究者，谢谢坐着，我要向各位鞠个躬。我是1978年台北医学院毕业，那所以1980年当妇产科医师，所以已经超过31年了。那我是1996年7月第一次进入妇产科医学院，那当时我就觉得妇产科医师那时候已经开始很难招生了。那时候我是当妇产科的主任，我那时候要招生，我专门特别跑到耳鼻喉科去找。说你们今天如果只看到眼前，你们没有想到未来可能有一天妇产科会复苏，你们会很痛苦。就像我几十年前当选择妇产科，以为那时候很好，结果现在好像不太好。但是你们今天会重蹈我以前的覆辙。但是经过十几年来，我觉得妇产科好像冬天还是很冷，而且越来越冷。所以我是在1998年创立妇产科医学的人力委员会，我一直非常关切台湾的人力的问题、人口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会想到要跟这个医疗纠纷有关？因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十几年来一直梦想跟这个北欧的制度是不是可以创造出台湾这个模式？那因为我去年我没有当妇产科医学人力委员会，因为在妇产科医学，我觉得大概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我今年看到很多事情发生，我觉得今年一定要好好的做一点事情。非常感谢各位，尤其陈忠武副院长一开始就说我们要一个高工会，那陈院长也很开然就答应要在拱北讲堂这个有意义有历史的地方办这个研讨会。那黄道武院长他很忙，但是上个礼拜一我可能才开始跟他接触，他就马上答应。我觉得我非常尊敬黄院长，他让我忙当中一直非常关切这个议题，所以他刚刚说他年纪是最大，但是我觉得他的观念是很多台湾很多年轻医师都永远可能都还没有这种观念。他虽然是比较我年长，他的思想是非常先进，我一定要表达我对黄院长的尊敬。那涂委员他一直鼓励我，以前在张医生一直鼓励我，那刚刚但很客气，其实我这次会突破民进党，其实是托委员叫我，你一定要打破我对民进党的迷恋，一定要跟他骂一骂，所以还有一点机会。最后我要感谢 Espersson 跟 Hove， 我今天有录影哦。好，我要感谢 Hove 跟 Espersson， 你们来了是让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的，所以你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那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道谢。那我们彰化这次有4个，一个谢医生，一次周主任。还有国民周医师，那我们最近也拜访立委检察院，好像有一点初步成果，所以也许未来还有很多需要努力。我想医改会有很多小机会，还有我们也许说刚刚的事，也许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做一点事情。谢谢，我讲话太多，再一次鞠躬，谢谢。我们那个高等华院的邱琦法官，大家好，我是台湾高等华院法官邱琦。我从2006年1月1号司法院指定台北地院跟高等法院成立医疗专庭之后，我就一直在负责医疗诉讼。虽然法院的诉讼案件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每一次开庭，我都可以在法庭上面亲身体会到医病双方的痛苦。
所以我对这个议题非常的兴趣。那昨天很遗憾，因为我要开庭，不能够参与审会。那今天很谢谢陈忠沃副院长，那也谢谢叶医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参加。那所以也很谢谢梁副院长。来，我们这个科代最高扬，他自己说的。我想讲到，应该在示范的时候怎么做哈，大家可以更好了。我相信这个活动应该可以让大家适应更好。所以，我既然我也是觉得说，我们愿意出来努力哈，像叶医师在我们没有那么认真都自己一些些钱嘛，或者在哪，可是比如钱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是在哪，如果做这件事情对台社会更好，那我们都应该跳出来帮。好，我们前卫生署副署长那个陈世忠。各位前辈好，那我是一位牙医师，那长期呢以前都在健保跟口腔保健上面做一些努力，那几年前在卫生署那主要负责的是健保的业务，那配下来之后呢，其实这几年我一直觉得医病关系在恶化中，那对这问题是非常的担心，那在牙医界我也不断的在大声疾呼让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可是长期以来好像这个问题一直流于各说各话，也没有一套比较精确的方向跟一个办法出来。那这次呢，大概里面就是唯一是我是不请自来的哈。我自己看了这个，然后特别跟叶医师也就通了电话，说我对这题目很有兴趣。好，那他就请我来。好，那我确实觉得是说，真的是看到一线曙光了。以前大家解决这问题就是没有真的大家坐下来讨论，那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我们看到。人员也都到齐了，方法这也有了，那剩下就是共识，那剩下就怎么样对社会有贡献，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各位好，我是台北市牙医工会理事长，那目前因为刚好也在全国负责有关医疗纠纷这一块的主委，那我想这是第一次我看到法界、医界、还有消基会、政界以及国外的专家，那个所组成的一个有关医疗纠纷，就是面对面的一个座谈会哈。那我想我个人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表达这个叶冠蒙医师对你的尊敬哈。真的这一部分如果没有你的话，而且我还特别了解，就是说，你是用。个人发起，然后经过妇产科医学会还有各方的奔波，所以结果这个不管是医界、牙医界或是护理界，也都支持这样的一个盛会。好，那当然我要特别感佩这个工会学院的陈院长以及这个台大这个法学院的陈忠富副院长你们敢站出来然后这个举办这个座谈，而且积极参与。个人非常感佩，那希望以后牙医界有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帮这个忙。好，那因为牙医界因为最近，因为可能医疗科技的发展，还有植牙各方面的发展，其实牙医界也面临相当多的问题。我们希望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仅局限在妇产科，我希望把这个善根，不管是各科，不管是牙医界、中医界各方面，我希望能够得到因为这个善根得到好的照顾。让医病双方能够更加的和谐，让整个台湾的医疗能够更进步，病人或是医界都得到适当的照顾。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最后一位是那个刚进来的郭正典，再说。那我一开始郭医师讲的这个，那我想这个邱法官这边，你用从食物的实验做一个说明。谢谢主席，虽然我来之前我有心理准备各方面，但不过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惊讶。第一点，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最高法院已经明白表示医疗纠纷不适用过失责任，不适用消保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会主张医师要负无过失的消保法责任，没有人这样主张了，法院也不会这样判，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各位医界先进，如果再就这个问题继续穷追猛打，是针对一个不存在的稻草人在做攻击方面的。我好惊讶我好惊讶。我们就是高峰会有这个好处，以前都没有看到，今天看到了。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惊讶是说，我认为就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名字怎么说了，我是赞成陈忠副院长讲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法界是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的。
不过失哈，或是补偿，这个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我以为医协会一面倒赞成，我以为是这样，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法界的意思来说，就是说在没有办法，病人没有办法证明医师有故意过失，不能证明有因果关系的时候，病人就可以先获得补偿，那就对病人来说很好啊。那对医生来说，只要这个裁员的问题可以解决，医生可以免去上法庭的痛苦，很好啊。那如果说又能够发挥预防的功能，我们事后会有一些代位求偿机制，这个细节要再设计啊。那可以一方面可以促进医学的进步，让法庭成为促进医学进步的地方，很好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对医病双方来说都很好，对法官来说也很好。因为对法官来说，我们办这个案子很辛苦。第一，我们没有医疗专业，我想全世界法官都是。那第二，医疗纠纷、医疗诉讼在法庭上面最困难的，我们目前医疗诉讼法院来说最困难的困题是找不到证人，找不到证人，没有证人。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法院很喜欢讲案子，我简单说一个案子。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医师在11月8号被洛杉矶的地方法院一个陪审团定罪了。所以每次有医生跟我讲说，全世界只有台湾的法院最野蛮哦，只有台湾的法院会判医师刑，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医师在11月7号被陪审团定罪过失致死，好，那要过几他据估计是说大概这几天法院会量刑，好，他们是分开的，陪审团认定事实，法院量刑。那么那个案子我就在想，如果发生在台湾，医生大概是无罪的，因为那个案子里面有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出庭作证说，那个 Michael Jackson 医生是有过失，因为他注射一个药剂过量。一个加州的医生，因为据我所知，那个 Michael Jackson 医生是从佛罗里达来的，那一个加州的医生出庭作证，那我看他的名字，看起来我觉得那是个亚裔的医师，不同的种族、不同地区的医生可能比较容易作证吧。那我就在想，这个案子如果在台湾，有没有医生会愿意出来作证说，这个被告因为过失致死？因为那个药剂是必须在医院里面经过有专业人员，而且旁边有相当设备的设置之下才可以用的，不可以在这个大明星的家里面、卧室里面自行注射，而旁边没有任何的医护人员，没有任何的监测系统，有一个证人出庭上作证，所以让陪审团就可以很容易形成行政。要是我的话，我听到这样证人，我也很容易形成心证，说那这样是有罪。但是在台湾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这样的案子最后可能就会陷入乌贼战，然后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医生被定罪，然后家属很痛苦。那我觉得这样子双方都很痛苦。简单就是。这个在我们第四个讨论题刚会再来触及，这里稍微提一下。不过呢，我试一下，我换到英文啊、，Mr. 那个 Espersson， Yesterday, you showed us a slide. Yes. You say there's a high wall between the patient compensation versus disciplinary action. Yes. And today, many people are concerned how to, you know, separate these two. Or a patient can file both. They ask him for compensation, also ask him for disciplinary action. Yes. And many people are quite concerned if we did not make this clear, then you know, the whole system may not work. So okay. You have something about how practical yes. this side. Stay within this wall. This side not yeah. cross to the other side. Okay. First of all, you could say that the no blame system in Sweden is complementary system to what we had before. So if it's a criminal act, I mean, we can still go to have criminal litigation in Sweden, but it happens very seldom, one or two cases maximum per year. And if a patient wants, according to tort law, have civil litigation, he can also go to court as before. But that is also extremely seldom that happens because our no blame system pays, and t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e no blame system pay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s if you go to a Swedish court and the court finds the perhaps that the person has
has done something out of gross negligence, but the compensation is not more. So really, why could have civil litigation where the patient, as I said yesterday,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have to pay for his own lawyers and the lawyers of the doctor if he loses? And also, so these choices are still there in Sweden. It's up to the patient then. And then we also have a disciplinary system in Sweden. So it's still up to the authorities, to the hospital, surgeons, and so on, to see if you have an injury or adverse events. They should always investigate that, no matter if the patient has compensation or not. And therefore, for that reason, so they have all these choices. But therefore, we want to have this Chinese wall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because we think in a new blame system, doctors will help patients to make claims and be more open and report cases. And as I said yesterday also, we think almost up to 80%, it's a doctor, a nurse, or a social worker at the clinic that helps the patient to make the claim. And that has also created a very good atmosphere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So patients, in our system, the patient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that things can go wrong, even if the doctor hasn't done anything wrong, because they know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I do wrong things in my work, and they could also, so they can, if they get compensation, and as I said yesterday also, they get compensation, and in our system, the doctor can, without fear, say, I'm sorry, I did a mistake, I apologize. And also, we think that we talk about prevention and so on, and I think that is much better in a no-blame system, because then you have no-blame reporting. And so we think that of course, if a doctor is really bad, you talked about somebody doing the wrong thing all the time, well, it's still up to the hospital to check that. And in Sweden, that before they could get the warning, but nothing much happened. And the hospital said the doctor got the warning, not the hospital, so why should we do anything? But now we have the new Patient Safety Act in Sweden, and they have to work much more active in this field. And now, if a doctor is not performing well, they can put him under surveillance, and they have to make a very thorough plan for him. Perhaps he has to have more education, he cannot operate on his own, he has to do it with somebody else. And if he doesn't follow that plan, then his license goes. And that is much easier, and we think that's a better way, both for future patients and for doctors. So, but we think that, I'm working in the insurance area, and there we think the best thing, if we can compensate as many patients as possible, we will do that if we hav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doctors. And the good thing with the scheme is that not only instead of 100 patients were compensated before, now it's 6,000. Also, and that is important,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mostly, perhaps not always, but mostly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And that makes the patient healthier, faster, and the doctor, he can concentrate on being a good doctor. He doesn't have to be afraid, like cesarean sections, we don't have as many as in the America, where there are enormous amount because they are so afraid that something can go wrong. As we said yesterday, that brain damaged children, they are so expensive. And then I just also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we call our system no blame system. And you can always discuss, you know, what's the right word and so on. But we say, in the tort law system, in civil litigation, we talk about negligence. And then we talk about no fault.
But as we see, right or wrong, in Sweden, we think no fault is no fault. So if you have possession, you pay for everything. But I think that in New Zealand, they had no fault system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 changed many times, but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y had a no fault system, and it went broke. It was very generous, it was very liberal, but they couldn't afford it. So I think that if you should have a system where you don't have to show negligence, one should be also a little bit careful, not go too far on the other side, because that would break the system down, and then you might be back in the situation you have in Taiwan today. So we say you don't have to prove negligence, but you cannot pay for everything. So that's why we have the avoidability rule. So it's close to no fault, but it's not all the way. You put some breaking the procedures. Yes. 我觉得说要达到的目的里面，我就是觉得说这个大概都伤害补偿。 什么这些都可以改善，医生要懂，病史的这些都可以改善，大概就是道德谴责这个，我有一点怀疑这怎么改善啊？我觉得是应该选择道德提升啊，因为我相信这个制度如果实施了以后啊，那个医生会变得比较诚实，比较容易说出事实。就像刚刚那个教授讲的，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在瑞典，他们实施这个制度，他们不需要太大的力，他们不需要我们这么大的医生会，然后有搞那么久的事实。 然后见到医生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专家，就像今天这样子在那边开会，然后再讲到这个，他们不需要，他们的定职分，他们去判断事实很容易，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写得很诚实，就也就是不需要掩盖。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病例送去给法官看的，里面掩盖了所有的事实，我保证你看不出来，right？你看不出来。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制度实施了以后，它对我们的好处是应该在第四个，这应该是道德提升才对，不是道德权。